孩儿一定要练成雄霸天下。伯母，哎，你都看见了。 一道这孩子的脾气跟他爹一模一样，他执意要练这种害死人的道法。雄霸天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一招魔道，练他的人会不知不觉地走火入魔，见人就杀。20年前，他爹。 就是练了这道，才性情大变，出事情的。可是20年了，这魔道又回来找我儿子了。伯母，你这么激动，你冷静一点，慢慢说。不要这样。20年前，一道。 只有几岁大，爹，我要你天天陪我放风筝。好，等爹回来，天天陪你放风筝。爹，我要你教我刀法。归海家的刀法，我不是已经传给你了吗？不，我要学你那天到林子里去练的那种刀法。那种刀法，小孩子不可以练。我长大了可以练吗？只怕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不想练了。不，我一定要练。 华诺，我明天晚上赶回来。我总觉得这次约会好像不太寻常。不会有什么的，麒麟子、剑金风、了结和尚，你都认识的。我好像不太认识的，也只有你。别在孩子面前瞎说话。我走了。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丈夫。那天晚上。 一道，他一直发烧。我请了大夫，给他开了药。他吃了药以后，就睡了2天2夜。可是，到第2天晚上，一道他爹还是没有回来。我四处去打探他的消息，最后知道。 死在了辟邪山庄。那他的朋友呢？他们三个人从此隐蔽江湖，对当晚之事只字未提。是他们杀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江湖上有一种说法。什么？ 一刀，他爹练的那个雄霸天下，是种魔道。正因为他是练刀的人，性情大变，见人就杀。所以，他们三个人是想联起手来制止他的。那么刚才一刀从你那儿拿的，就是雄霸天下的刀谱。 不得你不让他练了，现在刀谱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爹为什么不留下刀谱呢？
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不留下刀谱？什么都没有，刀谱呢？啊！不等于练得成。爹，雄霸天下修炼过程艰辛之极，找到刀谱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能领悟这一招，练成这一招还要受无边痛苦，你可忍受得住？爹，孩儿可以忍受的。这才是我归海百炼的儿子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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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定会练成雄霸天下，为您报仇的。中暑了，对不起，我中暑了。还能走吗？走不了了。好吧，能走就好好休息，有谁愿陪他？属下不敢。东主有令，必须日夜兼程，七日内送这副棺木回京，如有延误，杀无赦。你们不论中暑也好，发冷也好，要死我到一边去死。黄昏居然这么漂亮，跟皇宫一模一样。哎，神经病，这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姓朱的，就是这个老天是属于老百姓的。你这个人呢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有什么情趣啊？又不能赌牌九，全都没情趣了，快死了。我跟你说过不准再赌钱了。不赌钱又能干什么呀？你说呀。啊，你可以跟我赏赏风景，看个月亮，数数星星啊，那不是很快乐？快乐的不就是你了？因为有个天下第一美男陪着你嘛。我好惨了，因为我娶了一个天下第一。啊，哎，天下第一什么？天下第一又漂亮又甜的大美女，甜到我腻，腻到我吐。你讨厌。哎，两位客官，客房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进去休息了。哦，不打扰你们了。你下次再躲，我就攻你的死穴。走进房间。哎，被人看到了多丢脸呐。扭人家耳朵不丢脸，被人家扭耳朵才丢脸呢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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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有一帮人来了。哎，客官您好啊，我们八个人一副棺木，需要六间上房。哎，好好，我马上跟掌柜的讲一声，这就去打扫好吗？有什么好吃的赶快拿来，肚子饿了。哎，好，马上马上。几位客官在哪儿发财呀？啊，做点小生意不足挂齿。有个客人的母亲过世了，托我们把这带回去。哦，一路辛苦了，一路辛苦了。我让小二煮开了水，各位洗洗脚，去去疲劳，然后喝上点老酒，好好睡一觉。我们不喝酒，还要赶路。好，那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哎，好像是东厂的人呢。我看一下。前面那个我看过，站在曹云狗身后，不是二当头就是三当头。那么棺材里面，里面不是什么人的妈，那会是什么？你想知道？等晚上。哎，走。哎，菜来了。哎，客官您慢用啊。大家听着，快点吃饭，休息一会儿，五更天出发，直奔京城，中途别再耽搁。是。
这些人躺得横七竖八的，一定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把刀磨快点，进去把那几个人宰了，埋进后院。那棺材呢？先打开看看，如果要需要的就拿，没用的就一把火烧掉。原来是黑店呀！哇，还好，还好来了东厂那帮傻瓜，不然肯定对付我们了。那让他们去把东厂那帮人杀了，省得我们动手了。哎，不救又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谁？你说是不是？既然被你们偷听到了，我也就不再隐瞒了。我们就是黑风山二虎，专门打家劫舍。今天你们错投到我们店里，那是你们运气不好。嗯？哎，我们两个可是什么都没有听到啊！是你自己做了亏心事，把这些勾当给说出来的。你别跟他们瞎扯。那男的杀了做肉包子，女的咱们兄弟留着快活一下。喂，你们为什么不杀了女的，留我在这跟你们兄弟快活啊？你这样是重女轻男，你是不是人呢？少废话！下次买点好的迷香，哼，这样的伺候迷不倒我们。这样才有点像东厂的高手了。两位是行家，东厂三档头徐景就是在下。今晚在下有公务在身，还请二位速速离去。你们所谓的公务都不是什么好事，看来棺材里的人不多不少，多数应该都是你杀的。不关你的事。二位是有意跟我们过不去，还是年少无知，跟东厂的曹都主为敌？天下没有几个人能得到好处的。哈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就是刚刚那个碰巧的其中之一。静静不吃吃罚酒。老婆，你也累了，你坐着休息。这几个混蛋交给我。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怕那个曹老狗。哼，死得那么快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总之，那个死的不是我，什么都好玩啊。哎，你觉得棺材里面是什么？用不着猜，看一眼就知道了。哎，里面会不会有僵尸啊？这么怕你就别看了。不要，我要看吗？你来。你这种女人真麻烦，又想看又害怕。哇，是个死尸啊，而且是个验尸。哎，藏烟狗搞什么鬼啊？找了那么多的高手，就为了运一具尸体啊？难怪老人家说，女人应该早点嫁人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你嫁给我之后聪明了这么多，说起话来越来越像那个张进九了。可是事情真的很蹊跷吗？不只是蹊跷啊，一定是有诡计。那个曹老狗他除了一件事之外，什么事情他都做得出来。什么事啊？好事。哎呀妈呀！怎么了？他真的是个僵尸啊！不要吓我！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用你的手来感受一下，试一下。来来来，试一下，还是热的呢。啊？这，那就是没死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吵，他都一动不动？那就证明他已经是僵尸了。我们赌场那里的人说，在江西有僵尸的，白天的时候就像普通人一样，夜晚就会出来跳啊跳啊跳啊跳出来咬人的。哎，
你真的是很孤陋寡闻呐！喂，你想说什么？我听皇叔说，这不是僵尸，这是活死人呐。那么活生生的又怎么会叫做死人呢？活死人的意思就是说呀，一个人有气息，但是眼睛呢却看不到，耳朵也听不到，也不能走路。怎么可以把一个人活生生的给变成死人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喂，这个女人好可怜啊，看她的样子不过花样年华，竟让那个曹眼狗变成了活死人啊。原来这个曹老狗懂得这个功夫啊，下次见到他真是要请教他了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再拧我的耳朵，在我旁边叽叽喳喳的，我就把你变成他这个样子。你胡说八道。哼，或者开班授徒了。我相信天下间没有一个丈夫不想学这种功夫来对付他们的老婆。那这样一个收十两，一百个就是一千两，一千个就是一万两，这下我们可就发了。喂，你认真点好不好？我怎么不认真了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我又不认识他家里的人，送他回家看来是不行了。难道我们带着这副棺材等到天亮，或者把他卖到青楼里面都不会有人要的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人不知。天香豆蔻。朱铁胆找了他20年，没想到一早就在我的手里了。天香豆蔻有何妙用？可令他一生最爱的女人起死回生。我有了这天香豆蔻，再把那个女人弄回来，哼，任你朱铁胆武功盖世，也必是我曹正淳掌中之物啊！我让你往东，你绝不敢往西。哼，这样一来，督主历年受尽神侯的嫌弃，可以尽情的发泄了。督主，督主，督主，出事了！说，督主派人前去护送官，官家宝物在张家镇被人给劫了。怎么？谁干的？听说是云罗郡主和郡马爷所为。又是这个臭丫头和小混混。督主，是否在下马上去截住他们？算了，想必他们已经通知了神侯。况且臭丫头毕竟是郡主，小混混武功也不错，何必徒劳呢？反正我手中有了这天香豆蔻，即便他们得到了那个女人，也会乖乖的来求我。又有新消息了。铁胆神侯传来的讯息，他老人家真是神通广大呀。是什么讯息呀？我查到的，他几乎同时都查到了。他知道是东厂掳走了素心姑娘，而且呢，他还知道我在这儿，他要我带他向你道歉，请你速回护龙山庄。义父不再怀疑我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但是素心姑娘在东厂的手中，义父很担心的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，素心姑娘已经被人救出来了。谁救的？真实情况未知，但东厂传来的消息，救人的是一男一女，模样好像是云罗郡主和郡马程世飞呀。是他们呐，那可太好了。看来铁胆神侯需要你赶快回去复命啊。伯母，我想你就放心吧，我会转告一刀的，这孩子还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别这么担心了，伯母，劳烦您等一刀回来告诉他，让他回护龙山庄去。好，那我先告辞了。铁胆神侯有这样忠肝义胆的义女，真是有福气啊。张神探，舟车劳顿，还请在小安歇息一天。在下是劳碌命，一闲起来就会生病，多谢归海大嫂了。我已是出家之人，还请称呼我华农居士。出家人万般皆空，名号只是一个代号而已，
不必执着，在下告辞了。你来了，我正要找你。哦，玉道，张神探可是前辈，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？归海家的男人从来不婆妈的。好，那老夫就跟玉道聊聊。海棠到哪儿去了？神侯已经查明原因，急召他回护龙山庄了。要赶就赶，要用就用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追着肉骨头走的狗。你要查的还是你父亲归海百炼前辈的死因吧？三年前我给你50000两去追查这件事，为何至今仍未有下落？有了。那你还不找我？关键是你父亲在辟邪山庄伺候他们的那个仆人，他还活着，而且我快找到他了。那么请张神探再加把劲儿吧。你父亲已经死了18年了，你就那么想知道他的死因吗？没错，我一定要找到我的杀父仇人。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做了孽就要还。那你做的孽该还给谁呢？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侧耳听。老婆大人，我们整天守着这个活死人守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是叫你想办法通知皇叔了吗？我不是已经偷了5只鸽子带信给神侯了吗？你那些鸽子全部拿来烧着吃还差不多，每次飞出去飞不到半里就飞回来了，最后都进了你肚子里了。哎呀，老婆大人，你不能怪我吗？要怪只能怪这些鸽子的主人没有把他们训练成一个好的信鸽吗？不怪你呀，神侯住哪里鸽子知道吗？我问你，那些鸽子哪里找的？醉香楼的厨房。哎呀，被你气死了。苍蝇狗的人又找来了。不用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申侯。皇叔。素心在你们这里啊。你说他呀？素心，素心。喂，他是？他是义父钟情了20年的新上人，叫素心。素心，这个名字这么熟悉，好像在哪儿听过。喂，是不是你青梅竹马的爱人呢？真是神经病啊！你没有听说吗？都说是神侯钟情20年的心上人了，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会保持得这么年轻呢？莫非吃了灵丹妙药了？义父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不送素心姑娘回天山吗？曹正春已经知道那个地方，我不能再把她放回那里。但是没有玄冰冻着素心姑娘，恐怕……我们先把她运回护龙山庄，然后再想办法。素心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让你无端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和波折。幸好御医检查过，说你身体安康，没有任何伤病。不然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补偿我的过失。你能原谅我吗？义父。
义父。你进来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只顾和素心姑娘说话，我叫了两声你都没听见。啊，义父一把年纪了，还这样失魂落魄，真是失态。义父，这是曹正淳刚才派人送来的。曹正淳说，那两颗天香豆扣在他手里，要我明天去见他。分明是鸿门宴，他一定布下了陷阱，想请君入瓮。如果那两颗天香豆扣真的在曹正淳手里，那就算是刀山油锅，我也一定要去。大驾光临，正淳不及远迎，恕罪恕罪。曹公公，请。申侯请。申侯，东城地位微寒，不及护龙山庄巍峨宏伟，还请申侯不要见笑啊。据说东厂没有把钱用在外观，而是用于内部，机关重重，听说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，本侯真想开开眼界。侯爷真会说笑啊。侯爷能来此赴宴，在下荣幸至至，特介绍两位朋友，正淳的知己好友骆菊生伉俪。少林正宗达摩内功，为什么我的内力一碰到申侯，便好像泥牛入海，消失无踪？莫非申侯练成了西宫大法？啊，万生参见申侯。骆兄乃进士，竟然能与东厂成为知己好友，实属罕见。今天本侯真是大开眼界，曹公公。骆兄文采非凡，十八省无人可及，不妨在开宴之前，先来个雅会吧。正淳兄嘱咐，小弟岂敢不从啊。请。请。你画的是月亮和大饼。申侯功夫果然非凡，不过本督主绝不画饼充饥。当然，你画了一个月亮和一个太阳，这很明显是一个大明的明字，不过这个字好像反了。莫非曹公公想反明吗？一个铸铁丹，你要诬陷我反明。正淳虽是奴才，仍有忠肝利胆，天无二日，只有大明，没有反正之分。上茶，申侯这边请。骆兄，给申侯敬茶吧。申侯，请用茶。不敢当，请骆兄先用。童子献茶。童子献茶，应该先敬读书人。曹公公，时候不早了，如果还不开席，那本侯先行告退。今日之宴名叫天香豆蔻宴，难道侯爷要错过吗？
天下只有三颗天香豆蔻，余下的这两颗凑巧就落在了郑纯的手里，贵客光临自当食之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这天香豆蔻不可随便食用，三颗只能救活一人，服下第一颗能保容颜不老，不过人要昏睡不醒。服下第二颗万病即失，人也清醒如初啊。不过有一个条件，必须要在一年之内服下第三颗，否则恢复昏睡，永世不醒啊。公公的意思是，神侯今日是忙，就请收下这第二颗吧。那么第三颗呢？今日之宴还没有完，一年之内郑纯还要摆天香豆蔻宴，那时请神侯来，也许在下有事相求，还望神侯一定赏脸呐。义父，曹正淳哪有那么好心呢？他一定是要挟你，一年之后一定会以此相逼。跟豺狼打交道，你就不要妄想他不吃掉你。你马上找天下第一神医赛华佗师兄弟来，查明一下这豆蔻是不是真的。是，义父，海棠还想去找医刀是吗？也好，找他回来多一个帮手。开始，爹就教你刀法。是。爹先问你，为什么要练习武功啊？为了强身健体，诛灭邪魔奸恶。那爹再问你，男子汉大丈夫行走江湖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爹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怎么还是记不住啊？善恶分明。还有呢？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对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一刀，你醒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没事。但你刚才昏迷在竹林里啊。海棠，我终于练成雄霸天下了，我终于练成雄霸天下了。是吗？恭喜你。从今以后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为爹报仇了。
你觉不觉得你的身体有什么异样？身体倒是没什么，只是使出这一招的时候，身体像是身不由己似的。不是我在控制刀，而是刀在控制我。那就是走火入魔了。一刀，你放弃这种武功吧。海棠，我不能放弃。有了雄霸天下之后，任何人都敌不过我。我一定要使用这一招来杀我的大仇人。但你的大仇人是谁都不知道，而且不一定要用这招的。海棠，我答应你，除了替我爹报仇之外，我不会使用这一招的。一刀，张进九，你上次催促张进九查的事情已经有头绪了。是谁啊？老头子不知道。你不要戏弄我了。不敢，我讲的句句都是实话，的确不知道谁是杀你父亲的凶手，但有一个人知道。我查到你父亲归海百炼前辈是18年前在辟邪山庄一场血战中丧生的，可是当晚辟邪山庄内并没有客人，只有一个店小二看到整件事的经过，而他在血战之后第二天便失踪了，没有人知道他身在何方。老头子几经艰苦才查到这个店小二的下落，原来他在那晚之后便得了失心疯，整天自言自语，说的话没有人听得懂。他的家人把他当作疯子送去了疯人山庄，就这样店小二在疯人山庄过了18年。小二哥，恩公，你带糖葫芦给小人吃了吗？小人没福分了，小人将不久于人世了。这就是归海百炼前辈的儿子归海一刀。归海百炼死得很惨啊。请你告诉我，我爹是怎么死的？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晚上的事，这10多年来合上眼就仿佛看见那个晚上。我那天晚上辟邪山庄只有3个客人，我拿了酒菜给他们，他们便叫我入厨房不要再出来，可是我忍不住好奇，偷偷地从厨房的门缝中偷看，只见那3个人碰也不碰那些酒菜，神情紧张，只是望着门口，似乎在等一个人。不要再练这种武功了。既然你们不把我当大哥，你们就一起来吧。置我于死地，好啊，来呀，来呀！雄霸天下！那一招硬碰硬，果真是鬼哭狼嚎，天地变色呀！我就在那时候晕了过去。就是说，你没有亲眼看见他们杀了归海百炼。到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却看见那3个人将归海百炼的尸体运走了。
那你记不记得那三个人叫什么名字？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，他们一个叫做麒麟子，一个叫剑惊风，一个是和尚，他们叫他做了空。一刀，一刀，你要去找剑惊风、麒麟子和了空大师啊？是。麒麟子是麒麟门的掌门人，他弟子过千，五行麒麟阵无人能敌，十年来没有人能闯得过，你能闯得过吗？闯不过也要闯。一刀，就算你不怕麒麟子，但是了空大师是少林寺的住持，他的师兄了结大师是武林圣僧，武功之高深不可测，你要与整个少林为敌啊。我不管，总之谁要是阻止我报仇，我就把他给杀了。还有剑惊风，他已经进了天下第一庄，你要杀他报仇，就是跟天下第一庄为敌。我是天下第一庄的庄主，你要杀他，就是与我为敌。你走吧。什么？我不想与你为敌，但我一定要杀剑惊风。一道，你冷静一点，听我说呀。你听我说。我六岁的时候，就立定志向，不为父亲报仇，我就往生为人。我学武的时候，经历过多少苦难？你和我一起学武，你是亲眼看到的。多少次，我几乎没命，但是我咬紧牙硬挨了过来。我忍受这一切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外乎是为我父亲报仇。如今，就算是皇帝老子，也挡不住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死的，爹会保护我的。但是，你想过没有？可能是那个店小二搞错了呢。也许剑惊风、了空大师、麒麟子都不是杀你爹的凶手啊！你想一下，他疯了20年，他的话你能信吗？不如你先查清楚了，我不想你枉杀好人。有何分别？怎比是爱的强烈？逃不空这种痛。我不过渴望你一点的了解，爱要的是完全，容不下残缺。我只要做你心里的底，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有意？没有你，我只是废墟。不稀罕做谁的天下第一，我只想做你心永远的唯一。能不能有这种荣幸，抱紧你？怎湮灭这感觉，它把我撕裂、怎么解这纠结，在爱的江湖我不曾退却。
只要做你心里的第一，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有意义？